第一个奖项就颁给你们了，感觉如何？刚还没有开机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吗？现在才准备开机。现在准备开机了，那个因为讲座实际拿在手上的感觉如何呢？有点，真的是很不真实哎，太快了。拿下我们今年金曲奖的第一个奖项。刚刚有说这个奖项其实有8首歌在挑战，那同时呢，茄子这样拿下来也是他们第一次为这个影视作品创作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哈，正前方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大哥，哪一边还需要补一下？还有更活泼的吗？中间再看一下哈，帅，来，好，左边哈，来也补一下哦哈，好。我们有这个，来左边最左边那边，请看一下，都有捕捉到画面了吗？都可以了吗？来这边看一下哦，哈，右边看一下，好，都可以了吗？好，左手边，辛苦了，好，再看一下左手边。好，谢谢，恭喜，来，三位一起来讲一下这个第一个奖项就颁给你们了，感觉如何？刚还没有开机，还没有反应过来吗？现在才准备开机。现在准备开机了，那个因为讲座实际拿在手上的感觉如何呢？有点，真的是很不真实哎，太快了。还没有想到是不是？因为其实其他8首歌曲也都很受到欢迎哈。好，来要不要换一下？而且刚才你们很客气耶，那个得奖感言讲得很短哎。因为大家都说要，我看到上面都写说希望可以11点结束，我们就尽一份心力。11点结束，好，那个上面写的啊，就是希望咯。主持人讲话比较慢，没有，哪有这样？现在主持人讲话太慢了，是不是哈？超爱勾丢的啦，超爱勾丢的。但其实这次是这首单曲是你们第一次为电影作品做的一个主题曲，对，那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上写这首歌呢？今天正好也有入围，对，然后广动的 MV， 那一直以来跟他合作已经有好几支影片，MV 啊之类的，然后后来听到他要做电影的时候，我们就义不容辞的接下，马上就帮他写这首歌，这个绝对写，灵感马上就来，也没有来等一下，对，但是很开心，因为这首歌有很棒的这个成绩，也恭喜你们哦，哈，今天好好的享受这个盛宴，谢谢茄子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